靶标。长城报告，翻板停控正常。翻板停控正常。长城报告，平移靠拢状态正常。平移靠拢状态正常。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，我们现在看的真是非常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而且在阳照区，光线又好，光线好，嗯，对。可以看到这个最后靠拢也是非常非常的稳。2米，两米，李海生担任解说。好，对接环接触。对接环接触。好，现场响起了掌声。对接环接触。长城报告，对接机构捕获。神舟12号报告，仪表显示对接环捕获完毕。北京明白。听